你喷的火使我的招心 I'm feeling good D.I.E. 是来看的吗？是来看的吗？这就要看不带大家来看看一下，我今天来到和平篮球馆，然后呢今天为什么要来，因为今天有三队的女孩哟，热浪天使，让我们来看看一下今天有看到哪些天使。哎，但我要先去投票，我最喜欢猜这个了。今天第六位上场的勇士球员会是谁呢？我要投翔军。噔噔，我听到阿吹的声音了。等一下，我跟你们说，在阿吹之前呢、我觉得这个比较棒。阿吹现在不在我的眼里了。我今天就是为了这些比基尼而来的，你知道吗？哎呦，卡卡卡卡的毒辣！我杰米，为什么你今天没有背？怎么没有穿比基尼一起跳呢？如果穿比基尼一起跳的话，应该会暴动吧。都几点了？有卖你要我的吗？你要我的吗？哦，我不要。头戴。头戴有卖，多少出？我就现脱。但是我不喜欢蓝色的。如果红色我可以考虑，待会见。等等见哦，我相信你可以看到我的。如果你的眼里有我的话，刚本来想要看竞标，结果快速的标完了。对呀，啊，快速，他说秒杀，快速标完了。直接那放一个我的啊，没有啦，开玩笑。哦，你看哦，大家都这样子急着想要让拍到。真的，霹雳，然后呢还会有就是邀请云豹来，然后还有就是梦想家，因为今天是对梦想家，勇士对梦想家，让我们来看看，你们猜猜看今天谁会赢呢？带大家来看久违的勇士主场，那我来看一下我们球迷说什么，现在是。拍拍伞，记得千万不要折。为什么不要折？这是唯一可以留下来的拍拍伞。啊，为什么不要折？折呢？你要折谁？从中间折下去吧。现在起价150起跳。哇，很养眼哎，这个贴在家里都觉得很棒。还有两个不同的方向，背面。这面我不喜欢，我喜欢那一面。我不要这一面，大家都是这一面。我们要这一面，谢谢。来，勇士的时候坐的位置就是要坐这个栏杆的位置，你知道吗？这里是最不会被挡到的。然后下面的位置啊，像他那个黑色椅子，我之前有坐过第二排，可是要坐第二排都会被前面的人挡住，所以坐这个位置是最棒，视野超赞。看一下，又不是工作人员，没啊。我想问呢、你帮我解释一下，为什么德威他们可以坐那个位置？因为他们今天没有上场。啊，没有上场就可以坐那个位置？也不是啦，就暂时坐一下。暂时坐一下、啊。那要怎么样可以坐到那个位置？花钱。花钱多少？6000。6000两个位置其实是蛮划算的，因为黑色椅子，我记得之前那个什么季后赛的时候，一张椅子就要4000了。那个沙发很棒哎。今年才有的哦，今年才有了。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大赖克什么时候会上场呢？准备开始。
很多的人哦。好，要开始了。好了，第一节比赛要开始了。哎，其实以平日来讲，勇士的主场真的一直都是人蛮多的。还不会，这就是今天比基尼的效应。哎，马上一起来。看帅哥。
你知道吗？没有，刚刚中奖了，阿顺没宣布啊。我想说，你说不定会注意到我，我要看你有没有注意到我坐在这里很久，你知道吗？他已经把头系起来了。哇，现在第四节，第四节现在是88-77。哇，要发礼物了吗？对呀。哦，那我有吗？你想要吗？那你要跟我猜拳。我比较想要你耶。你要我？
哇塞，这个试讲啊，很棒很棒，很棒很棒，辛苦你了，可以吃晚餐了。啊，辛苦你了，很好，给你一个爱心，获得一件衣服。拜拜拜拜拜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球赛结束了。今天的球赛真的太好看了。而且有很多很香很香的视角，虽然除了刚刚就是被一些女孩骂了，因为是要打延长赛。拜托，你们这现在几点了吗？现在已经晚上十点嘞。好啦，真的确实啊，十点以平日来讲，真的蛮晚了。好，大家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一集见喽，拜拜。哇哦，好辣好辣。啊，随机的，随机送的，是不是？啊，是丹丹。丹丹跟庆庆，丹丹跟庆庆，我的东盟好伙伴。